花销。哦，崔斯坦啊，还行啊。我们组合好烂哦。屁股贴着什么？哦，巴德 skin， 但是巴德好可爱啊。巴德好可爱啊、喔！出了我就买。哈密瓜有一种哈味，可其实我不知道那个好笑在哪里。我不知道，是我。那个是笑话吗？笑话吗？地铁有一种 subway， 哈喂，呵呵。我们卡上丁在进化、欸，啊怕草人，安妮草人 ，MF， 可是不是说，我那边看文章不是说什么哪里的方言，好像是有说哈威是一个他们会用的形容词。那说什么他们家人感觉要死了。一灯被逼散，欧拉夫真的是最凶哎、欸！Nice 哦。这 MF 也点雷神哎、欸，雷神加强啊！哇、哦，还一个很会 poke 呢，高手。哇、哦，哇、哦，哇、哦！这角色真是扯。他哦，中路。哇，还交闪！他不是有进化，他怎么还交闪？我这安妮也交闪！我操嘞，这安妮好溜啊！努努不动，敢努努努努有动的话就可以了。敢，我好像被看到了。不行，哎，可惜，不是被看到了，就是被警告了。看这努努有动的话，那个就这边就双杀了。吃一下中路兵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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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给他勾，给他勾，哟呼，哟吼吼，给他勾，给他勾，
有吼吼，不可能有眼吧？这射雷器完全不勾人，冷静，沉着。草人在上啊，怕什么？满脸不屑啦，之前也是傻逼才能跳来跳去的。怕三小，没得怕的，想叫我后退。但我他怎么为什么那么怕？不过就二打二，感觉不会输，感觉他就是觉得他自己没魔了，可能怕他没魔会输吧。干，可是他为什么要一直丢这一啊？靠北，他主一的，才发现他一好像有点痛。好像想主一，然后配雷神律令吧，真的有点惨。帮我叫闪。他刚一人很痛啊，我觉得他有点主意的。不然没道理那么痛。等一下看一下他们丢，他丢多痛。啊，林北又练财啦！我今天跟你拍照的女生真的很不好意思，拍了两次。OK， 没问题。我就觉得拍几次是没什么关系，只是这个场合看起来怪怪而已。欸，我刚好还在实况，对不对？如果没在实况的话是小事。Mystery， 谢谢订阅。你刚刚看到那个鬼扯的伤害吗？超扯欸！你跟我讲说这个角色平衡，平妈个头啊！平衡，这是开玩笑。我们上路是崩啦，哦，摩拉夫老师在这。嗯，这直接是我的吗？哦 ，MF 的，我想说我没买。这伤害真的超扯的。靠腰。18秒大绝。他看起来就主一的啊，他这个一可以打他100多滴血，欸，好像不是，什么？
一百多滴血好像有点少。我直接灌那个瑟雷西的脑门。哎，靠北，滑掉。真是傻傻的、欸。嗯，我这个普攻怎么样啊？好强哦！这卡拉丁来送头的耶，哎，算了，靠 MF 了。哇，咱们家努努也是。靠北啊！为什么那个还在？他妈，他妈死！啊干我他妈一刀他就死了！啊，为什么草人还在啊？唉，中上已崩，下路也崩的差不多了，下路小崩，下路上路已经雪崩了。这努努讲真的是什么屁事都没做到，我也不知道他选努努到底干嘛。那个龙也不是他屌扣啊，那个龙是因为我们下路打了一个零宽二，然后他就顺理成章吃了。草人真的是挺烦的。他上路在空线，然后那努努不去帮他、欸，哎，那也是够靠北的。哎，把眼塞进去看看好了。杀到这边啦、啊！那、啊、草人要下来了。哎，啊，又下来了。草人安妮，四人下路。这 TP 也太慢了吧！
全收走，拜托拜托，别死 ，nice， 好，这样还行。别出去了，为什么你还出去啊？啊，这努努。惨啊！干的努努真的零作用。就可以吃呢。刚有个机会可以开到草人的，唉，这卡扎丁太远了。草人在后面、啊，最主要抓草人位置、欸。为什么没有人可以下眼啊？闪换闪还好，因为他的闪比我珍贵。我操！哎呀，这边怎么打起来了？哦，有机会。走，那怎么不上去换？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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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两个低能啊！我操嘞！就跑就好了，还行啊，这波那了不起就是四环，哎，四环三还好。草人好像没跳出来的样子。Hello， 极限。我怎么觉得好久没看到你了？最近比较忙呢。哦，那你在开台啊？呀，我在开台。干，这个冷天气家里这么暖和，这么热也是有好处的。这么闷热，我头一次感觉真真好。草人闪跟我的时间一模一样，菲欧拉没 TP， 那 TP 快好了。赶快把下路推过去。丢啊！这个努努真的是不会玩、欸，他这个时间点他给我靠这上半波，放掉，他鸟了吧？这龙还要放，哎、不会下视野，哎用蓝色的打野道具，好飞啊！这枪够。啊你没闪啊你闪给我再玩点 CD 可以打哦，还行还行，慢慢来，
这节也太慢了吧。不是啦，为什么啊？干，这上路真的是极神呢、欸！他刚进来，开了一个大嘴给安妮，然后被欧拉夫操出去。那你干嘛进去？好，没关系。下一个会战，我学到一个教训，就是不要跟菲欧拉。菲欧拉的箭头不跟，我只跟 MF。这努努真的是蛮垃圾的，一点屁用都没有。感觉他选个阿姆姆都大于努努，还可以一直哭。看这个瑟雷西下的视野，各种丢，他们是在吃巴龙啊？没有，我们会战还是可以打、啊。先打这个，先打这个。哇操！他直接把我们家 AD 给融化了，完了，我失去我的箭头了。我失去我的箭头了，我 AD 直接死了，感觉要神大了。干嘛？干嘛？这两个，你他妈的！还有金人，拜托！零败，是应该要赢的，在棺材，好难打哦。真的零作用啊！那我们的中上就不够凯瑞，不够强。MF 还行 ，MF 基本也是受害者。感觉要死了。为什么大绝要现在才开？真是当人开玩笑啊！
干嘛不追啊？干嘛不追啊？卡拉丁，追他，管他，对对对，那就不可能活得下来哦。这东西就是免费的哦。别吧，谁能乱拼啊？不要巴龙啊，低能儿！好、哦，下路，下路估计是五个吧，不太出去啊。哇，被他秒了，不好死，我太冲动了。哦，感觉有机会、欸，对啊，他死了，还行。哦，草人刚好在上，太棒了吧！啊，我冲动了。年轻人就是年轻人。我下一个装备买什么？买个魔锅。帮助我们家里面不好了。妈，眼里只有野怪呢。肥滋滋的小兵在这边不吃。操他的时候，你他妈的！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！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直接晕倒了！我的天哪，我超猛！有没有这个闪现？我的天哪！比打世界大赛还紧张，我心儿扑通扑通跳的。这弩我真是摆烂，摆明故意的。附魔过来拯救我们家的 MF 好了。大家可以靠我一下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他是要去拿蓝是不是啊？
有没有这个？他妈真的以为我不是病猫哎、欸！这个没办法，我救不了。真的以为我是病猫哎、欸！我操，这个 Q 丢闪太神了吧！可是你知道你还是会死吗？玩到，玩到，再来，玩到，哦哦哦哦哦哦，哦，这个普攻，回家喽。我卡到底怎么痛？他精神时光屋修炼完了、哦，好痛哦！C08101期限订阅五个月，谢谢你。哇，不会掉兵的 support， 唉，太神了。然后吃龙了，干的我吃龙，然后我们江湖在上路。干嘛、啊？我怎么站在这边都有事？对方直接被切开了，切开基本已经半了。他们这个组合就是要站在一起才会赢啊！啊，下塔，啊，下塔掉了。但我们现在中塔都还没拿掉，看一下草人是在这。而且现在草人跳在 MF 头上，他都不一定会死，他要配上那个安妮的伤害，直接一波灌。哇、哦！不会不会没事。我都准备那个草人跳出来的时候，立刻秒魔国，盯着那个 MF 好好的。GG 一波倒。又凯瑞了一场，看这努努这躺着被凯瑞，啪，32块。吉祥一来，实况屋就逆转啦！跟着农总这垃圾只打12000傻笑，你看他承受伤害，
正中伤害在哪？44000啊、哦，还行还行，一个肉盾，算了，你也不是打伤害用的。为什么我的界面都会变这样？